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。下个礼拜就到情人节，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朱古力未呢？有不少人都大推 Muji 的自制甜品包系列，我今天就同大家开箱一下啦。情人节想花多啲心思自制甜品，呢一系列的 Muji 现成甜品懒人包，里面附上材料、模具同埋包装，更加有详细的食谱、指示、份量同埋时间，非常适合一众新手们。今次就揀了两款面焗的朱古力甜品，松露朱古力6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。盒内有朱古力、各种干粉和包装，另外需要自备生忌廉。首先将忌廉和朱古力融化，再放入雪柜凝固，切成等份之后用保鲜纸拆成球形，再沾上粉末就完成了。30分钟内完成的心形朱古力卡更加简单，里面已经有预先整好的6件心形卡模。将朱古力溶液注入心形卡模之后，放上炒香了的果仁做装饰，放入雪柜冷藏就可以了。最后可以将制成品放入礼物袋，咁有心思又简单的自制甜品就做好了。这几款甜品包真的非常适合新手，新手正的甜品教室特别卖相好靓之余又可以轻松完成，大家不妨试一下啦。Yoo-hoo！